听见吗？听见吗？七大公案是发的，你就可以搁在这儿。我把这个想的是很大的，大的，嗨！我要拿的话，我七小公案没了。每年到期，不能用你，是吧？我们这就是我们一年。从我退场的时候，我是很大的期望，这就是一个什么？你可以做，咱们再讲。是脚腿躺的，不是他躺的。你看，再说一下。